那其他删除档，然后复制啊，这边怎么复制档 ？File copy， key 有没有？就是删，复制就 file copy，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在 Windows 就环境里面呢做复制档案，这个也 OK。啊，最后呢，如果你要移动哦，不是复制哦，就是你要整个移过去的话，搬过去的话比较麻烦。搬的话，我们可能直觉会讲说是不是 file move file 之类的吧，可是后来我发现它不是这个名称，它的那个名称，就是它的那个函数的名称哦，叫做 name， 很特别 name， 也许是那个 move file， 可能那个名称是被用掉了吧，所以它又换，所以这个常常我搞混啊，所以这边特别跟各位讲一下，移动的话哦，叫 name， 就是把那个档从哪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，所以同学如果遇到什么，比如说你一个资料夹一堆。 你要做分类，里面的档名，比如说甲班的什么人什么，它也开头的甲班，那甲班的什么人就放在甲班的资料夹，乙班就放乙班资料夹，那你就用 name， 它就会自动帮你放进去了。OK，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什么，不要用人工去帮你做档案的分类，就可以用这个地方来做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刚好可以解决那个同学他上班刚好用到。 的这个部分用 name 就可以了。也可以啦 ，copy 再删，那等于就是 name 就好了。OK 哈，试一下，然后。